员白敬亭拥有帅气长相以及精湛演技，深受众多粉丝欢迎。而去年他搭档宋轶演出古装剧《长风渡》后，就被狗仔爆出两人假戏真做，但两人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而最近两人各自在社群平台抛出巴黎旅游照，就有许多网友称巧遇两人。近日狗仔也上传一段影片，两人被指击出现在北京机场，白敬亭助理先送宋轶上车，之后再去接白敬亭与他爸妈，互动相当热络。甚至有网友也在留言区晒出两人同框照，穿着与狗仔影片相同，间接证实影片是真的。许多 CP 粉看到后纷纷兴奋回应：好天呐，祝两位帅哥美女幸福。